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20集，这一次遗产第二波的第一集里头，最受到瞩目的就是这一款汽车合体的莽撞了。那么先前的话呢，我在做诈骗的时候呢，我确实也没有把握说它会不会推出合体。那这一次的话呢，我们可以从盒子的后方很明确的可以看出来，它应该是汽车合体里头5位成员当中的其中一位。那么莽撞这个角色的话，我自己吧，先前拥有的是这个 Combiner War 时代的 Deluxe 等级这款玩具呢，在我的节目里头担任了非常长时间的一段的比例尺，那所以这个玩具对我来讲意义不同凡响。那很久没有把它变成人形了，为了这一期的节目的话呢，特别把它给拿出来做个简单的小对比。那我们可以看到，也先顺便对比一下先前的这个诈骗，这两个的体型的话呢，很明显是同一个画风的。合体战争时代的话呢，就整个要胖了很多。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玩具呢，在盒子的话呢，如果你按照说明书或者是盒绘来看的话，它后面的背包呢，应该是会呈现这个形态，一个车头拆成3个部件，中间的话呢是挡风玻璃，绝对是非常难看，从侧面来看，背面来看，甚至是正面来看，它都是非常奇怪的。那相比较起来的话呢，先前的合体战争的这个背包虽然还是很大，但反而是能够让人接受。那所以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完全不用在乎说明书上面的一个，或者是合绘上面的一个变法啦。我们直接的呢，把它朝车形态呢去做一个变化，然后再往下放下来到这边。那么这个形状的话呢，可能会比刚刚的样子的话呢，虽然还是有点大背包，但绝对是好上很多啊。那这个的话呢，也是今后我应该会以这个形态来给这个玩具呢做一个展示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连它的一个结构啊都是非常接近的，甚至在变形方面的话呢，也都是属于两腿打开之后做一个翻折的一个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的接近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玩具整体的关节都是偏紧的，非常的不赖。然后可动的话呢，也算是蛮标准的一个低级了。那么脸部的话呢，这个脸，这个红色是有点枣红或是瓦红色的，其实质感来说相当的不赖。眼部的话呢，是后面虽然有透明部件，但是因为眼睛已经涂上了金属的漆面，而且它这个金属的眼睛镜头的话呢，可能打光什么的，可能没有办法展现出它的一个最漂亮的形态。其实它眼睛我们肉眼去看它的眼睛的话呢，是非常漂亮、非常好看的。那么这里有个小空洞，但是由于配色的关系，并不是非常的明显。那腰身也是可以转动的，脚前后左右踢、侧踢、脚踝都是有一个非常不赖的可动的。那武器的话呢，也是最近官方的武器里头算是比较有诚意的，还有一点银漆的点缀。但是它两把枪是顺边的我不知道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应该凸多在这一侧，这里也是这一侧，应该是大家都一样吧。如果说你的这个枪的这个两侧跟我不一样，那不是你中奖就是我中奖了。但是我觉得就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能够做成不是顺边，可能会好一点了。那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双枪侠。那么，我们还是把它跟这个诈骗放在一起目前网络上看了一下这一款的一个价格，很明显的呢会高于这一波其他几款的玩具。那么它的变形呢，跟先前合体战争的那一款莽撞呢，可以说是高度的相似啊。我们先把这个手臂给打正，这个地方的话呢，推进去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齿轮的一个卡扣的稍微有点卡，但是我不知道固定在这个地方意义何在啊。胸口给打开，头部的话呢给放进去。那么我们的话呢，我是先把它背包呢再一次的给这个拆开啊，这样子过来，然后的话呢是这个地方推过去啊，先到这里。把它给往前面推过去，这里推过去，然后呢，这个红色部件这里是有两个凹槽的，那我们可以利用一点点的塑胶韧性的话呢，把这个两个卡扣的话呢给扣进去，到这边扣进去，然后呢，这个盖板的话呢就直接的给盖下去。那么手的话呢，先不要合并我们需要这个空间它的腰是这样子，我们把这个腰部翻转180度之后，然后腿的话呢从这个地方侧边给打开。两侧都是一样的，把它给打开，然后呢，就直接的包覆上去。那包覆上去的时候，这个部件呢，就是手不要合，让方便我们闪过去啊，这里。所以就记得这个门板的部分先不要合上，这样一来就会很轻松的把它给闪过去了。
闪过去之后的话呢，两个做一个合柄。那这个地方的话呢，需要稍微有一点技巧的去把它给推下去。但是我感觉呢，每次我都推不到底啊，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下来之后的话呢，其实它这个地方上方是有一个圆形的凸，对我的这个脚后跟有个洞。那前方的话呢，你嘟我，现在换我嘟你，对不对？就是这种感觉，把它给扣进去。然后手臂的话呢，侧边自然就有一些结合卡扣，我们就严丝合缝的把它扣上去就可以了。它的变形的话呢，也是比较简单，很直觉的，粗暴简单就可以把它给变完了啊。但是也不要太粗暴了啊，这个地方，为什么这里我突然推不进去是怎么样？好，这样子把它给卡进去。那这里的话，记得这两个凸啊，记得把它给扣好。整个的话呢，必须要推到一个比较密合的状态。你可以这样子稍微的把它推密合一点。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其实它的底盘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还是可以推得到定位的。但是呢，这个缝，我怎么样去推，它还是会稍微有点小爆开啊，比较可惜。那这是它车子的底盘，非常工整，方方正正的啊，很漂亮。那正面来看就更加的帅气好看。然后车形态非常的优美，这个轮胎的一个内部也是有涂装的。那前后的造型还不太一样侧边这个红色线条的点缀Decepticon 的标志还有这个红色的透明件，整个来看的话呢都是非常的优秀。车尾的话虽然没有涂装，但细节的呈现还算可以。那也有车尾灯的一个刻画。那武器呢是只能扣在这上面。那我这也刚有提过，它的武器两边的凸都是在同一侧比较可惜。那摆这样子也还不至于太突兀了那我们可以先对比一下先前我们节目经常出现的比利尺，就一样是莽撞，不过这是合体战争时代的莽撞可以比较的出来。这一次的造型的话呢显然是更加的漂亮好看的多很多。那这个感觉这个卡通化的一个成分比较多那我们也可以呢把它跟先前给大家做过的这个诈骗我们两者的话呢做个简单的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里头，各位可以对比一下它的一个感觉两者的大小比例的话呢，当然跟现实中的车辆可能还是有一点差别了然后我们我这样几个把玩下来，像上一波的话呢，我也会觉得这个诈骗在整体的这个塑胶关节各方面的表现呢，会优于其他的同时期的另外三款 Deluxe 等级。那么这一次的莽撞呢，也是不例外的。所以这一次这个汽车合体小队的成员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那么这款玩具呢，做得相当的不错车型尤为之漂亮。那么它的一个合体之后的一个形态呢，可以几乎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它就是会以一个就是这些本体以外的家伙们呢都是外挂的一个方式了那所以我就看了一下它的一个变成腿它是这个样子，然后就这样子摆过来，这里应该有一个，应该是摆成这样，然后到时候的话它应该是会有一些外挂的插孔就插到一个本体上面，这个就变成是类似可能是一个摆饰，就是类似是一个外挂装甲一样的感觉吧现在有一些小比例第三方也都是这么做了，那各位就是就知道一下就行了，或许到时候我这个变法说不定是错的anyway 那这一集的话呢就给各位讲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